我把人呢拆下来了，拆下来去对面修轮胎。轮胎吗？啊？轮胎补不到。轮胎补不到。哦。轮胎只有滑，可能只滑一道。那怎么办？没有东西补啊。哦。前面哪里有补的？哎呀，这个补胎没有，那就麻烦了。这一排修电动车的，他们都不补胎，他们只换不补。天哪，现在补胎都是一门技术活了。那还是得自己弄啊，那个胶水过期了再用用看，这边卖胶水的都没有，只换不补。还是原来这个位置没粘住，所以它跑气。终于搞进去了，弄进去很麻烦呀。现在来打气，好了，希望这一次不会漏气了，朋友们。这个车锁起来 ，OK 了，终于搞好了。走了，希望这一次不要再漏气了呀。连续修补了两次胎，现在是下午的2:30了。哇，这个山边上有一个卖快餐盒饭的，现在几点钟了呀？现在是快3:00了。掉下来了吧？这绳子这里的莲藕长得好好啊，马上就是已经开始收成莲藕了。现在是10月份了，过年的时候莲藕大批量的出。这边这一块是比较平的地方，四面环山，然后这个中间是比较平整的，他们就。没有种田，直接全部种了莲藕，也是一项不错的收成了。骑行了50公里了，现在还有卖西瓜，这个时候西瓜还有的。对啊，这里是卖鱼的吗？啊？卖鱼的吗？是淡水鱼哈，今天晚上烧一条鱼吃一下。这个什么鱼啊？三道鲤。这个是啊？三道鲤。这种呢，在这里。啊，鲤鱼。哇，鲤鱼啊！有没有鲫鱼、什么扁鱼、什么之类的？没有，鲫鱼卖完了，有个黑鱼。有黑鱼啊？这个多少钱一斤啊？这个18。18块钱一斤啊？我们这边生态的。给你杀吗？要给你杀吗？啊？要给你杀，又不杀？帮我杀一下。哦，你
这些给我可以吗？可以。你打。可以。煮给我的狗吃。48块。48块。哎，鱼胆帮我剥出来。就搞成一节一节的烧是吧？嗯，一块一块的烧。一块。这两个鱼好大哟，这个是什么鱼啊？花鲢。这花鲢胖头鱼哈，这个有没有30-40斤啊？啊，要不要给你搞破？啊？要不要搞破？嗯，也可以。要不要洗？洗一下。要不要洗一下？洗一下，对。这个哈。给你装个蛋。好。我这个正好煮狗吃一餐。那个自己可以吃两餐，明天早上也吃一餐。可以。有冰箱吗？冰箱我煮熟嘛。哦，我上手。对。切一下可以。好，谢谢哈。走了。好。今天提前找一个露营地，把饭吃了。现在是下午3:30。有个天桥，能在这个天桥这里搞饭吃吗？哎呀，这里还有草地，可以，那边有一个场地，这里也有一个场地，在这里来搞饭吃。哎呀，铁锹放下来，挪动一下，铁锹，出来吧，出来。你看你，把里面这个搞的全是这个棉。哎呀，过来，现在是下午4:00，我提前开始搞饭，把这个鱼买好了，今天烧给铁锹加餐，因为买了好多鱼杂。没有刺的，这里面全是鱼杂，新鲜的。铁锹出来吗？你出不出来？出来，出来，对，过来。
敲吃的鱼杂，把它烧开烧熟，李乔已经迫不及待了，在旁边等着的。